大家刚刚录好影片之后会在哪里？你从左上角这里，是从档案这边，也叫显示录影。其实预设，我们一般软体装完，预设都放在哪边？叫做我的文件夹，对不对？只是你们都不承认那是你的文件夹，明明它就是叫我的文件夹，可是你们都说我的放在我的秘密基地低槽里面、一槽里面的某某个地方。对吧？所以你只要显示按一下这里，它真的会把那个资料夹打开。有没有看到放在我的影片里面？就是媒体柜里面的视讯。好，媒体柜视讯。那这边呢，预设它录下来是 FLV， 但是现在很多电脑是没有办法直接播。好，不像我们这边有装那个播放针，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地方重新封装。这个时候呢，它就可以选择，好，我们从这边去找到你刚刚那个档案。它预设是用那个日期时间去录，所以你从那个上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到底是，来，有没有？这边，好了，重新封装一下就好了，哦。这个时候你重新再打开刚刚那里，有没有多另外一个出来了？这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把它打开来播放，因为 MP4 比较没有问题，就所有电脑都可以看的。那请问有没有声音？有啊，当然会有声音啊。这个有，还有后面那个瀑布的那个配乐，还有同学这个声音有没有？还有我的声音。所以你有发现了，如果说这个声音不 OK 的话，就变成你要再调整一下哈，刚刚那音量那边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比较了解 OBS 的基本操作，对不对？我有需要讲网红的部分吗？要。